台湾人爱吃米，连种豆子都种出学问。台湾经典好米怎么种，让最年轻的女农夫、最年长的冠军米王，还有硕士农夫来告诉你。好，现在流行开心农场，今天请到四位开心农场的达人哈。第一位呢是冠军米王昆宾博哈，阿贝利欧，你好。还有一位是经典好米的得主陈淑玲小姐，还有也是经典好米的得主庄有志庄老师，还有一个是宜兰的农夫哈。赖清松先生长这么白，说是农夫啦哈，你知道我在进产无安尼哈，因为应该进产的人爱产就阿伯安尼哦哦的，所以刚刚爱拍进嘛哈，那开心农场哦，做农场就开心的对吧阿伯，不欢喜哈，不欢喜要做事，啊是是是哈，大刚再起来几点就要起来做事，四点外，那你不用四点外，哎呀，靠不靠开五点外，啊这个点是。啊，做个差不多，差不多开几点？零点差八点外九点，等下食早饭。哈，阿未食饭落去做代志哦。对，啊无，透早无较凉，啊透早饭食袂落。哦哦。先啉一寡有咧，啊去田做一忙尔，较凉。哦。啊，等下食食，一早是饭，啊无爱做糜哈。嗯。糜食一碗，啊食食，到底来田。哦，九点外食完，搁去田咧。搁去田。哦，啊到几点才搁休？啊，差十点休困。都今日都拢唔免做啊！无啊，伊早过去。下晡较凉的啦。下晡较凉较去。系啦，太热了，夏天太热了。所以讲差不多五六点啊，就先做嘛。嗯。哦，做到差不多，等下食一早，等个出去一下，就个倒来。所以那种稻子、种米，他的一天工作时间是多长？不一定，那你不用哈，十四点钟。你看你打卡啦。嗯。看打卡啦，你若是差不多去到田头，你打卡差不多五点打卡嘛，啊要走的时阵，差不多九点嘛，嘿啦，啊一工嘛是同款做八点钟嘛，下晡三点做到暗时七点嘛，嘿啦，啊算过你若有全勤，伊有发奖金给你嘛，哦，奖金是啥？好嘞，算几点钟诶？哦，正常不一定啦，啊头来休工都拢无代志通做啊。哦，对啦，即摆日期休工就拢干呐，迄个田头田尾水看者，卖迄个田花放起安尼啊。你就算放长假嘛。即所以有法都来遮，啊无我台湾来个遮。哦。轻松吼，轻松你依然报五甲。五甲对对。五甲对。你是迄个硕士呢？对。你读对？我伫日本读一个迄个冈山大学，读环境法。啊，恁爸开啊真钱，好，你去日本啊，叫你等下给恁报掉啊。对，你讲的属实。啊，你老表给你找无？聊聊啊啦。哈，聊聊啊。真来个？哈。一开始一定是较歹接受。你去日本一年要开偌济？哦，一年安尼吼，那这开开一票款一两百万，敢挨款？一票一两百万都无济啊！一票一两百万，台币大概要六七十万啊！没有啊，我开真省啊，我都住宿舍啊，啊，食足饱安尼啊。嘿，啊，读几档？啊，迄阵读两档，读两档，研究所读两档。啊，你台湾读大学？在台湾读大学，对。哎，哪怪讲啊，那真卡人哦，听到讲吼，甲你栽培到吼大学毕业，啊，佫互你去到日本读册吼，啊，转来讲你甲恁爸报丢啊，你咋讲？一定太骄啦，所以安尼也使栽培，对不？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对。系啊，啊，结果你嘿，意思就是讲，结果那安尼。就恁爸迄阵唔免安尼，对，好对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你若要甲恁爸报正产，你都恁迄爸恁爸都唔免落去读大学，唔免去甲送到去日本去嘛，对，对唔对？正正常诶。啊对啊，啊你安怎甲讲？啊，其实我去日本读册时阵是无甲讲我转来要创啥，嗯，因为迄个时阵家己心肝头嘛，了啊未正定啊，嗯，因为你读研究所会有机会，当去读博士啊，对，啊问题是到尾啊博士班的考试，到转来做产，到尾想想讲啊，其实做产敢那较。下咱的意啦，下咱的意，对对对，真无趁钱的款吼。啊，无钱啊，拢无钱好夹他无。不过他的经营方式是比较特别的啦，跟其他几位都不一样。对，咱一位一位来，这个要做得很快乐，很不容易，因为进展足艰苦的。好，我唔知影讲即卖进展是唔是有较轻松啊？可是你不觉得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吗？对，女的农夫呢，而且是我们的陈小姐，对不对哈？田公你要管三十甲的农地哦。没有啊，都是跟公公啊先生一起下去管理这样子。你十八岁就结婚了？对。哦，因为怀孕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听到他嫁给主持人都有陷阱，我相信。对啊，那就那时候为什么这么早结婚呢？那就因为婆婆就那时候都是来我们，就是
店里洗头，嗯，然后第一阵做美容美发，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因为他来店里洗头发这样子，他就是觉得说啊，这个女孩子不错，嗯，他其中就叫他的儿子啊，就来店里洗头，然后认识这样子。哎呦，您是您算讲啊，婆婆介意就你就对，对对，所以你们没有婆媳问题哈？没有哎，哎呀，不简单不简单。啊，您婆婆决定，啊，你先生都不敢反抗哦。哎，对不起，没有啊，他其实是被迫的。没有啊，他也可能也有喜欢呐。啊，你当时知道下来要做爱做产吗？知道啊。哦，他有没有恐惧哦？不会。哦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26。啊，你生几个小孩了？4个。哦。哎，贝尼，让你生几个？嗯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时间有间隔啦，就是老大跟老二有稍微离一个距离这样子。好好好，我差不多看到囡仔真高追，很漂亮哈。哎，真要生死的，已经无简单了。我们的平均是0.9人呢。对，基本大家拢唔生嘛。哦，对啊。啊啊。哦，阿伯，这新妇袂歹，无怪因大家看好这个新妇。对对，真好，真啊娶新妇哦，咱先两个就加赞了。这算袂歹啊，讲话要生死啊。那是作战的战，安尼吼，对啊，顶级的啦。不怪因大家看个在，因大家嘛，拢在遐伊人伊这片。啊，好好。伊在哦，遐钓鱼比赛时，拢因妈妈这片。哦哦哦哦。遐拢无食牛奶呢，用人奶料食呢。哦，安尼较健康。对，真正哦，标准的妇孺啦。啊，标准的新妇。真哦，真哦，拢生囝哦，嘛拢拄牛奶。嗯。伊个干嘛？家己滴牛奶好食嘞。滴牛奶。家己的猪母奶，要食母奶，较济啊，要食猪母奶足少啊。少少少。啊，苏林种田辛不辛苦？辛苦啊，但是种田其实其他的工作嘛，不一定讲袂辛苦啦。其实每个工作都有他辛苦的一面啊，只是我们没有去体会到。啊，你原来是美容美发嘞，你用美向嘞，你让他开始学诶哈，佮得到冠军哈。怎么开始学哦？啊，那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啊，就跟公公婆婆呢，慢慢的这样去学习这样子。嗯嗯嗯，对啊。啊，你也是4点多5点多要下田吗？有时候要这么早。哦，对对，嗯，对啊。啊，你大肚子也要下田吗？也有啊。啊，那你不会是那个要生孩子之前还要那个一个什么几切丢啊？几切丢啊？哎，几切什么？丢啊！丢啊！哦，那个切几切丢啊？等于在里在谁讲？无啦，没有啦，有人讲这够足功德单啊，功德单。那是在讲我妈妈。嗯。我妈妈要生我的时候生第七个嘛，啊，结果吼，伊迄天。迄个啥大腹肚的时阵，佫去挂吊啊！迄阵等你挂吊啊！啊，叫挂吊的时阵，羊水破了。嗯，好，羊水破了。啊，结果还佫你挂吊啊！啊，甲阮爸爸讲羊水破了，安尼。啊，阮爸爸甲讲，啊，无你较紧等伊生，讲啊，无你想要打一打切甲等伊好无？切甲，切甲，佮吊啊无甲。诶，吊啊，吊啊长诶，吊啊是这，这是吊啊。哦，啊切甲，切甲，这个切甲是切甲。哦。规定就切甲。市场叫做黄啊。好就是秧苗，秧苗。啊，你嫁来之前，你们夫家种田都没有去参加过比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为什么你嫁来之后你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冠军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公公婆婆他们种田这么久啊，都从来没有比赛过嘛。啊，因为我们都会，就是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种植这种台农71号的小米。嗯。啊，都会跟那个新营农会那个。专业区啊，跟芳农专业区都会有那种合作，就是签约那种。啊，他们说品质不错啦，可以，他就鼓励我们说啊，你可以去试试看，啊，看能不能获到就是快当起工，或者评审啊，大家啊获到一种肯定这样子。嗯，哦，我昨天还邀请您婆婆来上节目，如何挑媳妇哈，经济的生死的哈，死的是查甫查甫拢有。都女生，都女生哈，真细耶！阿哥表示别个病，对吧？再拼看呐，再拼拼看呐！阿哥得奖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搞，别个病就对了。慢一点，再看看怎样。我看这个朋友。